今天给姐妹们推荐两只雪白银的约克夏，一只是妹妹，一只是弟弟。尤其是这只哈，脸蛋长得特别甜，眼睛也是大大的哈，还吐着小舌头呢。这只弟弟呢，眼睛更大，也会卖萌哈，而且鼻头也特别黑。再来看一下后背的毛色，后背属于银亮色的哈，体型也只有巴掌大。尤其是弟弟，弟弟比妹妹大了一点。再来看一下正脸，天哪，宝贝，你们两个真是一只比一只可爱呀！你们更喜欢妹妹呢，还是喜欢弟弟呢？都给你们找个好家，宝贝，拜拜啦！